最近，一组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火遍网络。今天，小青就带大家去现场为热干面加油。好吃，顶饱，挺正宗的，我觉得挺好吃，很好吃。我是来自湖北的陈龙，来青岛已经7年了，13年过来了。来青岛之后，我就在这个热干面干了，当时也算一种机遇吧，比较想念家乡的美食嘛，比方说热干面，一直都吃不到，后来想想就自己也干餐饮嘛，就自己开了一家热干面。酱油、醋，然后放一些小甜菜、葱花，这个我们芝麻酱。放辣椒就好。今天小编就替大家尝一尝这个武汉的热干面，我要开始拌面啦。真的好好吃哦。老板，你可以教教我们怎么做吗？可以啊，首先我们准备面条，煮个6-7成熟吧，过凉水备用，重新加热，放点酱油、芝麻酱拌一下就好。这个咸菜吧，就是选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小咸菜，葱花什么的，再放点辣椒就可以，很简单啊。噔噔噔，我自己做的热干面已经完成啦，把它送给我们辛苦的举话筒的小朋友吧。谢谢。这是武汉的印象特别深那个。他以前去过武汉，吃过这个，这就看着了，就吃了就。因为之前就一直很想去武汉旅行，然后想去吃热干面。偶然来到台东，发现这边也有一家热干面，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来过来吃了。我了解了武汉就是他们的这个特产，然后我就想尝一尝，因为之前没吃过。大家也都非常支持湖北，有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，特意来我们店里尝一尝这个热干面，也非常感动大家对湖北的一个支持。热干面糊汤一样的吃香，海角天涯流淌成吃香，这是我的家，在这里长大，压过大桥，说过心里话。武汉热干面加油！武汉热干面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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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干面最棒！武汉加油！热干面加油！